说当局者安。今天有把握吗？有啊。听着啊，就是场就是就怕就怕里面，怕什么？没有没有，准备弄下来给你。哎，感谢，谢谢。该怎么样拿球就怎么样拿，对吗？好，那我要交代一件事情，就是中场不是三个，你只要对到一点的时候，你一定要贴上去。那教练的要求是一样，哦。把你们的水平拿出来，听到了没有？好像还是教练讲的，这场球对我们很重要。需要你们的破坏，他们才会找到好的正面，了解吗？对，阿晴、阿雅，你们两个要很敢破坏他们的防守位置。是啊，这样缺很多了，缺很多了，缺到不能缺。我想上阿雅。要开机哦！陈一欢，没有，看你们开了。嗯，姐，好了，要就出来自己做一点伸展。完了，今天要手举在那边做很多次，因为你该给其他人。你刚刚那我不是很晚了，对吧？星星。这样就好了，对。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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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发挥什么就是睡好了开始 YP 20号雪碧雨23号4号朱芳芳替补名单朱星云4号无啦，医生下一阵按着，不然就被框咧，要滑倒来坐，有功德还被框。了解吗？所以这要不要这边要不要上去，取决于这个中位，右边的中位跟左边的中位。包括这个就手空间就好，这球够长就到这里。这里上来的。那最后一个要提醒就是，你们在传导的时候。OK 啊，好吗？可以，好，过去，过去，可以过来。我们的口罩吗？自己下面要戴口罩。这边。这边。交给我吧。好，坐一下。交给你了，好吗？上来，上来，上来！好了，来，快！好了，好了，好了，旁边喊加油，好，准备，喷！加！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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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慧过来是慢了一些，最后撞倒了张树心，被裁判吹判了犯规，所以现在新北航员在左前场是有自由球的机会。花莲排出两名的一个人墙，最后剩下一个传到中间，继续外面。陈云雅的远射碰到了防守球员，但我裁判并没有吹判手球。陈云晴的远射最后打出了界外。梁雅涵来了，单刀的机会，过门将吗？再扣回来，右脚射门，在球门线上被卓力山给清出来。右边张树心上来，可惜。我提醒每一件事情而已，注意啊。都凶。你还要你？对，不要放飞，不要卖账。好，大家今天拿到球就很急，然后往前往前。可是今天人家是阻拦你的正前方，那空间又在哪里？应该在另外一侧吧？了解啊，现在防守站好，你也攻在这边。OK 吗？九是关队的。就来送你一句话，你们一个放，第二个就会放，这样子，这样听懂意思吗？防守一样。这边好，好。不要再讲，转转转转转，苏静喊一下。哎呀，再接一个。阿信哥，下接，苗栗下接，下接。下接，亚涵注意中间缝。哎。不要不要，冷静冷静，真是走路，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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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跟你要退，跟你要退了。
因为你就贴了中间就好，贴中间就好，对，都不要退了哈。下半场补时跟上半场一样，都是两分钟的时间。哇，结果这边还有一个球，怎么又被挡在一脚？哦哟！但这边我看到丁奇，他们这边要跟裁判反映了是不是有手球的情形，不过裁判则是认为航员这里有球员越位了。在补时的两分钟到点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后花莲跟新北航员这一场在花莲的美伦国中足球场所进行的乌南联赛最后90分钟，双方是0-0握手言和。不是假的吗？我知道了。我太诚实了，我呀，我说他跟你的守门员产生了误会，对不对？教练，而且我后面之后铁球在我后，球后面我才是好。这是各位球员开始，他后面慢慢的进入到状况，越打越好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自然就会知道。哦，有些练一些个人，不管是练个人或是练整体，他都一定有优劣。那大家怎么去把它找到平衡？然后把你最好表现。好，因为球员的舞台短短就是那个时段，那你们在这当中去把它发光发热，你们要去努力，然后我们会尽力的协助。比较讨厌去那个高雄，花莲还好。太远了，高雄。对，高雄很累。干不得啊！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没有示范的动作。没有特写，就脸部特写比较多。
过一下杠。过一下杠。要等多少？哇，十九小时的长征，十小时。那再给你一个白眼。你是去喝的吧？去酒吧。那你先可以啊，那你先接没问题。去啊。在中校蹲跨，中校蹲跨。再讲一次。